底线结义，长哨撞开，篮下硬起，一个打两个，但是被挡下了，放慢。底线奥蒂给小球，看台，强森没有。哦哦哦哦。看起来这个无球的跑动，尽量看是把球能够送到靠近到禁区的位置。哦。 看起来，不管是欧洲、美洲、亚洲，都一步都是不被允许的。<笑>是，有。但是现在球队领先，而且分数是越拉越开的时候，变得大家都在投篮上面呢，变得格外有信心。国王这处理球并没没有做得很好啊，拨一下之后就回来，奥蒂要出手，奥蒂的三分球把握住了。这样子的进攻组合，独角要球，这位曾文鼎，陈俊南外线拔起来，出手进。 球在奥蒂手上，奥蒂，哇哦，三分球，剩3秒钟，奥蒂接进来出手，想要犯规，裁判哨音没响啊，这球被陈俊南抄走，陈俊南再给底线，奥蒂外线拔起来起了，哦，李凯燕专人停当中，哇，穿过去了，奥蒂底线，哇，再一个，要给中线 Washburn。 翻身的单打跳投进，所以新赛季的国王是，我相信还是会成为各支球队头痛的对手。没错，主要有林书豪在，那林书豪其实就像刚刚那样的类型，球送到篮下稳稳的拿两分还是比较妥当。哇，利用防守，前面施静瑶轻松的快攻。 外线拔起来，失足一脚，没碰篮圈。亚轩，亚轩拔起来被盖，吃了奥蒂一锅。反而感觉起来，中信在阿巴西离开有点危险，奥蒂救回来，奥蒂在中间要给小球，但是没有办法给到强森的手上。中信推快攻，也导致受到了影响。对。 因为他有受伤的关系，所以就没有再把他在新赛季再延揽到球队当中。嗯，也只能忍痛割爱啦。这是现实上面的考量。快攻机会好球，和李苑他们目前的体力的状况，我认为是比较相较几对手来说是比较相较几对手来说是。来看看刚才谢亚轩拿到球之后直接往前了，观察到快攻机会的。我觉得这几波中信特攻的得分来源呢，飞篮板球落他的手上。 防守去追分，真的是累了。你可以看到陈俊南撑膝盖，而且这个进攻他根本就没有过来啊。